你为什么要换手？其实不是的，没理他。哎，我刚刚好像忘记说我是哪一组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卢凯组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大家好像都蛮凯的，应该没有原住民吧？有吗？梅梅，你是原住民吗？好是哦，阿美族人。哇，他好酷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创作。这首歌的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次我在那个从学校然后回家的路上，然后就在骑车嘛，然后就发现我的后照镜里面很刺眼，然后就看了一下我的后照镜，是一颗很大很漂亮的夕阳。那个当下的感觉是很漂亮很美的，可是我觉得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。那阵子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就回到家里沉淀一下，然后把这首歌写出来。这首歌叫做《后照镜的夕阳》，送给大家，来点掌声好吗？谢谢。你去的方向，这样的陪伴。
这样的背叛算不算夕阳如此匆忙，美丽如此短暂，你不能回家的路上逃不过回忆的纠缠，捆绑何时谢谢。这怎么样？好，最后练团喽。